台灣大選啦，咁如果中國大陸嘅傳媒就要叫做台灣的啊，即地方領導人選舉啊，如果唔跟住嗰個咧，就好似鳳凰衛視咁啊，隨時嗰、那個新聞嘅轉載直播都會俾佢哋停一停你先啊。咁呢個台灣嘅大選，咁一個焦點啊，就係、是、即係香港嘅反送中，林鄭係咪一個大助攻？咁我判斷啦，你國民黨今次咁多台灣嘅，尤其是年輕一輩去離棄你，民進黨嘅政治議題，即係好似由彭明敏年代開始就已經係每一次選舉都發揮到作用嘅，今次更加之大添。咁某程度上係啲人去覺得啊，即係未必真係支持佢民進黨，亦都未必真係滿意蔡英文嘅政績同埋佢好多方面啊，但係投蔡英文。就是要跟你中國共產黨 say no 說不，因為你知在中國大陸啊，咁多人都希望大家網上邊嘅網軍啊，即係國台辦啊、統戰部啊，都係希望大家會投韓國瑜、投國民黨。你中國共產黨越想台灣人投邊個黨咧，佢就越唔投。咁再加上譬如喺國民黨有啲人，譬如吳思懷啊，佢等等啦、啊，俾人覺得就係你國民黨。的立場和歷史其實就是反共，如果被人覺得你在兩岸的立場上的策略上不夠清晰，或者立場不夠清晰，好像某一些成員、啊、對於香港的問題他的說法、啊、好像洪秀柱說他們暴徒是亂七八糟的小孩，好像你曾銘忠葉玉蘭的、取態、啊、甚至優毅他等等，都被人覺得咦，是不是即係國民黨？你應該要行翻一個清晰啲立場，就是你可以在兩岸有不同的路線，談判路線、和平路線，但是一定要堅守一個宗旨，就是中國共產黨是敵人，不是友好。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策略去對呢個敵人，但是就不可以即係俾人。印象要過度去，咦？係咪好似有啲對佢係友好啲啊？忘記咗呢個宗旨，忘記咗當日啊，即係兩長佢年代係點樣睇中國共產黨呢回事？咁所以喺今次即係除咗一個林鄭嘅助攻，令到啲人係即係認為，喂，你中國共產黨對於台灣講好多嘢係可以唔算數咯，即係好似中英聯合聲明都可以唔算數啊，歷史文件喎，一國兩制會變咗係。習近平特色的一國兩制，他可以加鹽加醋、畫蛇添足，可以將原本一國兩制定義都變成第二樣嘢咯。再加上實行，原來是實行下咧，係可以變成跟當初鄧小平嗰種講法完全是兩回事喎。咁一國兩制你可以咁，你九二共識都可以咁嘅，即係都可以第二日就變形嘅。你第二日你私下就將個共識嗰、那個意義就係扭曲，因為要俾人發現咗，無論你講咩一國兩制、九二共識。其實你暗瓦底，中國共產黨的潛意識就是一國一制，就是跟隨翻佢嘅角度，跟隨翻佢嘅制度，喺香港、澳門、台灣都係咁樣。所謂嘅一國兩制，所謂嘅基本法、九二共識，其實都係攞出嚟嘗試去即係、就是、招牌去氹人、去呃人。咁今次啊林鄭嘅執政反送中嘅風波，去到依家都即係冇改善。依然係即係喺政治處理係咁差嘅情況之下咧，就俾人認清咗共產黨好多嘢，即係某程度上都係謊言。咁於是啲人投呢張票就係向你共產黨說不，而林鄭嘅角色係將呢件事帶出嚟更加之明顯，即係唔單止助攻，係好大嘅決定性嘅因素。因為國民黨嗰邊冇好好利用佢即係林鄭呢一張牌。或者冇好好去定位、去清晰、去反共，都係一個即係敗選嘅原因。即係一種即係外遇啦，可能國民黨可能亡黨喎，有呢種講法。上次朱立倫輸三百幾萬票，佢自己得三百幾萬票，都係有咁嘅講法。但係兩年之後喺個即係九合一嘅選舉，咁國民黨都大勝，都有攞咗好好嘅成績啦。咁都未必嘅，即係你問我。咁首先佢依家有即係三樣嘢，我相信係啲人最關注。如果關於國民黨，第一韓國瑜嘅前途，佢會唔會被高雄市長都俾人即係
罷免埋咧，雖然佢道歉咗啦嚇，就話即係離棄咗高雄市民佢三個月。第二就國民黨嘅前途，第三就國民黨嘅主席係邊個佢會做，即係吳敦義都話係會即係離任。咁當然佢就將個波就交俾佢哋中委會啦。咁我自己認為吳敦義呢隻做法都唔夠即係爽快嘅，即係少少係即係婆婆媽媽啦。咁首先就住韓國瑜個人嚟講，其實國民黨今次初選嘅制度咧，佢係需要有改善噶啦。以後佢係咪一定要即係防止，譬如有啲人啱啱先喺地方選舉大勝啊，當選咗啦，跟住就可以咁快就離棄佢哋嘅地方選咗你嘅選民同埋市民，就走去選總統咧？咁係咪國民黨要避免呢樣嘢咧？因為今次其實某程度上，韓國瑜咁快即係違反咗承諾啊！雖然政治人違反承諾其實都係司空見慣嘅事，但係就呢樣嘢國民黨佢自己要諗，同埋即係點樣處理翻同郭台銘、王金平佢哋嘅關係。第二點啦，韓國瑜自己嘅前途係點咧？佢係咪需要考慮即係選黨主席啊，去延續啊，定係即係想喺高雄就專心啲？咁呢樣係佢自己個人嘅考慮。但係我自己就咁睇，如果佢冇新嘅突破，即係可能嘗試去選下黨主席啊，咁其實佢政治前途都唔係咁明朗㗎啦嚇。咁我又唔敢講玩完，因為即係每人都有高低起伏，但係暫時睇絕對唔明朗。咁第三就睇翻你國民黨嘅前途，你主席會揾啲咩人做呢？如果你揾翻四平八穩嘅托宏斌、朱立倫，其實短期內個變化唔會大，甚至你話揾後生啲，揾連勝文，咁以連勝文喺黨外嘅民望其實都唔係咁好噶啦，咁我覺得變化都唔大。咁韓國瑜好多人即係好憎啲韓粉，甚至黨內都唔中意阿韓國瑜，黃金平勢力都未必會中意佢。咁韓國瑜如果做主席，可能會有少少突破，但係同一時間都有好多嘅即係驚擊啊。咁再或者係咪揾翻馬英九嚟？然後再即係因為馬英九民望其實依家都唔錯嘅，可以即係做定海神針先。咁然後就睇下佢點樣去即係揾啲人接棒啦。譬如蔣萬安啊、許淑華啊、江啟臣啊，佢今次佢哋嘅即係除咗勝選啦，成績都唔算差嘅。咁試下即係佢喺呢一方面會唔會即係有啲人可以接到棒培養到？但最終都係睇下國民黨吸唔吸收到教訓嘅。就係喺佢初選嘅機制咯，同埋喺佢對於中國共產黨嘅定位。如果呢兩樣嘢搞唔掂，就算你蔣萬安啊、許淑華嗰啲可以接棒啦，其實幫助都唔會太大。咁我唔敢話佢亡黨，但如果佢呢兩樣嘢處理得唔好咧，國民黨想彈翻起都比較難，反而可能會隨時即係柯文哲嘅民眾黨。因為佢依家由初初淺綠嘅色彩，去到依家越嚟越偏向淺藍嗰邊咧，對你嘅威脅攞淺藍嘅票數，嘅選票係會更加之大。大家嚟緊會唔會有啲聯手抗共反共？即係世界都格局可能已經唔同曬啦。即係美國咩撐住嗰張蔡英文啊，跟住蔡英文可能行東南亞行國際線啦，會靠住中國大陸啦。即係嚟緊我哋台灣同香港之間仲有啲咩位，大家可以共同做翻啲嘢對抗中共咧？始終你香港嘅民主派唔係執政派，因為制度嘅問題啦。咁其實喺即係政治上交流呢幾年都有啦，但我就唔見佢哋有咩好大突破或者好大嘅緊密。其實啲從政人係要諗呢一方面嘅，即係諗呢個即係合縱又好，即係連環啦，呢個叫即係香港連埋即係台灣同埋澳門嗰啲反對勢力。咁當然呢個共產黨不嬲就想針對呢樣嘢，亦都係唔想見到嘅，所以個壓力阻撓會好大。咁一定係有啲即係國際上。反而譬如在美國啊，點樣好好用美國呢一張牌啊？歷史上你睇好多，譬如當日孫中山啊，點用歐洲美國嘅牌？你共產黨要推翻呢、這個即係國民黨政府，點樣用呢、這個蘇聯嘅牌或者國際牌？其實國際牌不嬲呢啲事咧，喺歷朝歷代或者係喺即係世界都司空見慣，係好正常平常嘅事。但係國際方面，除咗你話特朗普之外，
喂，美國如果係一啲比較左翼嘅勢力，民主黨如果他日係贏翻總統大選，會唔會有改變呢？好似奧巴馬、克林頓嘅年代，對於中國都係希望透過改善佢嘅經濟，然後佢政治上會有改變。因為對於中國強硬嘅程度，就冇呢個特朗普咁明刀明槍。而特朗普都有啲隱憂，因為佢美國國內，佢民望都唔算好高啦，即係好多人都反對佢嘅，即係憎佢人亦都好多啦嚇。即係甚至覺得佢都有啲霸道啊，佢係有啲亂嚟啊。咁美國一啲我哋叫左翼或者左膠都好唔滿意特朗普啦。咁佢點樣去擺平佢即係國內嘅反對嘅勢力，同埋佢總統連任可唔可以做得到呢？第二點咧，就係喺國際上配合美國嘅國家多唔多呢？澳洲、紐西蘭就幾配合嘅。但你睇下歐洲，睇英國依家對於華為嘅態度，啱啱喺英國領事館喺香港發生嘅事件，再加埋德國對於華為嘅態度，加拿大對於華為即係5G 嘅態度，其實某程度上都唔係咁配合美國特朗普嗰只路線，就反而係有機會喺呢方面咧係比較偏好咗中國共產黨，想你唔好大力去打壓、打擊針對華為。咁法國都係有咁嘅情況，所以如果你攞唔到好清楚北約啊、歐盟啊、法國啊、德國啊、英國啊、加拿大呢啲國家去配合你特朗普政策咧，喺國際戰線上都唔係咁容易啊！你東南亞方面，雖然你越南做咗東盟嘅主席，佢最新菲律賓就成日變嚟變去，好似最近喺南海態度都強硬翻啦，但係始終呢啲嘢係唔明朗，即係成日變啊，同埋就係、是。你香港、台灣，如果特朗普在國際上的路線走得不暢順，阻力太大咧，都不是咁易可以合眾到啦。咁呢一方面，我自己個人喺目前嚟睇啦，唔算太樂觀。